你这衣服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破成这样你就穿出来了？脱下来我给你缝缝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您不疼，这叫新潮。新什么潮？你不怕村里人笑话你啊？穿成这样，他们为什么笑话呀？这你这样穿的跟要饭的差不多。你不是这个要饭没关系啊。哎，关虎，你穿成这样专门为了给你爸丢人的不？去。陆大鹏啊。 我还是挺同情你的，你也不容易，客户你还没有搞定，你儿子又要给你添乱喽。保守，敢说我保守？那你说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鸡蛋，我能做出什么文章吗？哎呀，愁死我了！ 啊，愁死我了！大鹏子，哎，哎呀，三嫂子，哎呀，干嘛呢？这是？没事儿。大鹏子，哎，我这有几件旧衣裳，是大憨二憨小时候穿的，拿去给关虎穿吧。这给关虎？ 收着吧，收着吧。关虎，他不缺衣裳。我知道，你们城里的家里他肯定不缺衣裳，这不是没在城里的家吗？衣裳没带够你就说话呀，别不好意思。怎么也不能让孩子穿成那样上大街呀，多丢脸呢！等会儿，三嫂子，不是他哪样了他？ 刚才我看见你们家关虎穿着浑身都是破洞的衣服走在大街上，这一路走一路，人家都笑话他，孩子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你说你们也是，出门你给人补补呀，不会补拿来叫我补啊？那这关虎自己都不好意思，就戴一大墨镜，把脸遮着，头都不抬。啊，这几件衣裳虽然旧，但它起码不是破衣裳啊。 给关虎穿吧，你们要是不会缝啊，那衣服拿来我给他补，好吧？啊，换上吧，换上吧。不是那个，我，哎哎，我这都哪跟哪啊？这我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要是选的世界上最差的爸爸，非陆大鹏不能补。哼，还说我穿动动装难看啊？ 我穿上动动装多帅气，多有范儿啊！还嫌我给他丢人，他有这么帅气一儿子，他应该感到激动。哼，关虎，其实我觉得你是挺丢人的。说句老实话，我现在都不好意思跟你一块走了。嘿，有才，你是不是我爸保守思想小跟班了啊？ 我告诉你，我早晚得让你在我粉丝尖就面前低头。哼，切切切！哎呀，好了，你们俩别切了。关虎，我喜欢你动动装。知音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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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亲自救你这么一个知音了，我好好给你讲讲动动装的来历。 你出来！你进来！你出来！哎呀，你进来！我才不进去呢！我进去，你把我揍一顿。这个村里憋着揍我的人可不止一两个。我进来！哎呀，是嫂子，你这快点！哎，你这……哎，你说你这大白天的在这偷偷摸摸干啥呢？你进来！我要跟你说点事儿，不想让我们家那口子知道。不是，那我更不能进去了，我这。想啥呢你？ 我问你，你知道那洞洞装不？是啥装？就城里时兴的一种衣裳，上头全是洞洞。你不知道啊？我当然知道了，哪有我不知道的东西啊？是不是？<笑>那个洞洞装，那玩意儿贵呀、啊。贵就贵吧，赶紧给我闺女弄一件啊，赶紧的。哎。
乖猴，棒棒糖。你有事儿求我吗？哎呦，这城里孩子就是聪明啊！哎，你见多识广，你告诉我什么叫动物装啊？这个嘛，行，快说快说。洞洞装可是我们现在城里最时髦、最有范儿、最帅的衣服。哦，还有呢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！嗯，就是一件普通衣服上有很多洞啊。哦，就是普通的衣服上有好多洞。啊，还有呢？没了，真没了，真没了。哎，抠门！芭比，你先在这坐一会儿啊！一不留神就把这破衣服给我穿上了，我说话不好使是不是？啊，陆总，啊，我反对打孩子，你得跟他讲道理。嗯，没有打呀，我就是要讲道理啊。不好意思啊，乖虎。你爸跟你讲道理，你得听，都是为你好，知道吗？嗯，你讲吧。这啊！你说你穿这一身破烂衣服啊，给我脱了！不脱，脱了。反正他们刚才看了，都说我这衣服好看。别臭美了，你给我脱了！我不脱，脱！不，哎，陆总，我别动手！臭小子，你这孩子！可见阿姨，我跟他沟通不了，我只能跟你沟通了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试穿3天这个衣服，如果全村人不认可的话，我就把这个衣服脱了，听他的。陆总，我看这个行，你就把它当做一次市场调研，让数据说话。创意，我需要创意，我要用我的创意来帮大鹏。创意，可惜，你简直就是个天才，谁能想出这么好的创意呀？是吧？哎呀，糟了糟了糟了！走，哎，芭比，你吓死我了！啊，芭比，你快看看，这些呢都是可心阿姨画的，好看吗？那你喜欢哪个呀？你喜欢 Hello Kitty 呀？那可心阿姨把 Hello Kitty 送给你吧。嗯。啊，芭比，那你能答应可心阿姨一件事吗？替我保密，不要告诉爸爸啊。可心阿姨想给他一个惊喜。
哎，哎，哎，嗯，他们给鸡蛋也穿上了衣服，真好看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人人都穿衣服了，肯定是为了好看呗。嗯，也许吧。嗯，那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难看的衣服呢？冰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有些挑衣服的人呢，哼，眼神不好。嗯，我想是。所以我们驴的眼神就比你们人的眼神好，因为我们驴从来都不戴眼镜儿。嗯，人就戴眼镜儿，是不是？就这还巨帅巨有范儿，这钱也太好挣了。哎呀，旺财，旺财！哎呀，邓东庄买回来了。邓东庄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怎么样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好看吗？这啥破玩意儿啊！这怎么能叫破玩意儿呢？这是洞洞装啊！你看啊，大洞套小洞，小洞套大洞啊，除了大洞就是小洞，所以叫洞洞装。这我闺女天天洞洞装左，洞洞装右，洞洞装洞洞装洞洞装，我还以为这洞洞装它多好呢，这现在这孩子。都喜欢破衣烂衫的，嫂子，这怎么能叫破衣烂衫的呢？你听我说啊，只要是孩子喜欢就行。在我们家，只要是孩子喜欢，就是月亮我都给他摘了。是啊，咱受点委屈，丽莎，不能让孩子受委屈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谢谢啊。谢谢旺财。哎，别别，也没给钱呢。呀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们家那口子管钱，我没钱。哎，别，不是，你没钱，你让我们进什么洞洞庄？你这不是耍我的吗？比方说你家做豆腐，我吃了你的豆腐不给钱，你这能行吗？说啥呢你？你吃谁豆腐啊？哦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吃了你家的豆腐，我要不给钱肯定不行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你别着急嘛，这钱我拿豆腐抵，啊，走，跟我回家拿豆腐去，走。别，拿豆腐，你给我那么多豆腐，我卖不了不馊了吗？这样，我联系个饭店，看能不能直接送到那儿去。就这么定了。哎，行了，这都是有成本的，一个两毛多呢，你有豆腐呢，多给你两块啊。五块，三块，五块，三块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你们知道洞洞装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就像我这样身上有洞的衣服，就是洞洞装。你们想穿洞洞装吗？想。你们想与众不同吗？想。你们想跟我走向时代的前沿吗？想。但是走哪儿去啊？管他呢，听乖虎的准没错。想。好，那你们还等什么？洞洞装的时代来临了，让我们以洞洞装欢呼吧！洞洞有礼，洞洞无罪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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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洞洞有礼。这帮孩子干嘛呢？这是。哎呀，他们怎么那么高兴呢？不明白呀，不明白。原来他们穿衣服是为了让自己高兴，那我怎么让我自己高兴呢？
还是说我得让别人高兴呢？还得说让别人跟我一块儿高兴呢？想一想啊，嗯，哎呀，再想一想，再想一想，再想一想，哎，我想到了，有了，嗯嗯。哎呦，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是，这懒婆娘也知道干活了。说谁是懒婆娘？我干活都干了大半辈子了，整天屋里屋外地里地下的干活，这，啊，伺候完老的，伺候小的，我咋懒了？那你前几天跟我罢工，那是因为没人心疼我。那咋现在干上了？哼，现在知道我心疼你了吧？我是给我闺女干的，我闺女心疼我，要靠着你。等着你心疼别人，那得太阳打西边出来。去，瞎说呢。账本哪去了？找啥呢？账本。放这儿了。那。我是怎么找不着呢？没事，你瞎塞呢。你成天到晚的算算算，也没见你多挣点。娘，快看看，好看吗？不好看吗？好看呢，自己喜欢就行。那你能看看？真难看。啥？哦，好看。那行，我去找青青玩，再看看。哎，玉堂，我这刚一号召，你就响应了。嗯，不错，反应速度挺快。怎么样？嗯，看，你看，全是洞。自制的洞洞装能弄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自制？哎，这啥呢？我这是花钱托人从外头买的。这买的？啊？不可能，您这绝对不是买的。你这，我还能骗你吗？那您肯定上当了，您看我这洞洞装，这是正版的。看这洞，看见没有？这大小位置它都是有讲究的，都是这个特意设计的。再看您这洞洞装，您看大小不一，还有半圆的，您看您还不对称，这分明就是拿剪子剪的。这死货郎，敢骗我！这我去。娘，什么意思啊？老大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和我爸的洞洞装战役，我首战告捷。现在村里已经出现山寨版的洞洞装了。行啊，你能出山寨版，就说明它受欢迎，祝贺你啊！老大，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在网络超酷大赛里拿大奖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吧，你这个特色还不够突出。娘，娘，你看，你看。哎呀，我儿子会画画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画的真好哎！这不是我们画的，这是可心阿姨画的。他送给我们的，还说这颜料是能吃的，没毒。嗯，可心画的呀。啊，真不是你们画的。嗯。哎呀，画的挺好看，就是不知道新鲜不新鲜。杀死了！你怎么能这？我要是不把这个狼杀了，他就把你那羊给吃了，知道吗？哦。行了，带他们玩去吧。啊。哦。带小羊玩去。
今天怎么也穿成这样啊？今天不光我一个人穿成这样，你一会儿看板牙、小毛他们都穿成这样。啊？啊？他们都穿这样。啊？你不会还不知道的吧？洞洞装现在是咱们村小孩里最流行的打扮了，怎么样？帅吧？酷吧？潮吧？今天说话的腔调怎么跟怪物一模一样？那怎么了？我觉得洞洞装都挺新潮的。哎，有才，要不你也弄一件？我才不能。瞧你穿的这样，都落实几百年了。用乖虎的一句话，你都 out 了，我都不好意思跟你一块在村里走。哎，那个，你别生气啊。其实我知道你也挺想穿洞洞装的，就是跟乖虎较劲儿，所以你才不穿。不是。哎，那个，那你说到底为什么？我是不知道捡哪件好。这样啊？嗯。嗨，那好办，我帮你选。啊？可是阿姨，哎，这是你画的吗？是啊，太好看了，真的，真的吧？这个是你画的？哎，那你们都觉得喜欢吗？喜欢，喜欢，喜欢。哎，那你们都喜欢哪个呀？我喜欢这个。啊，哎，那这样好不好？你们每个人啊，举着自己喜欢的这个鸡蛋，让可心阿姨给你们拍张照片，好吗？好。那这样，先从这儿吧，从你开始，好吗？来。下一个，一二三，钱人家的，钱人家的，你不说要拿豆腐抵那洞洞庄的钱吗？我来拿豆腐来了，拿去。Oh my god！就这么少啊 ？Oh my god！ 就这你还嫌少啊 ？Oh my god！ 我那件洞洞装都卖50多块钱呢。Oh my god！ 我这屉豆腐值15块钱呢。Oh my god！ 你这什么意思 ？Oh my god！ 你还问我啥意思？人怪虎说了，你这洞洞装就是假的。哦，他说假的就是假的，那可是我亲手捡。说啥了啊？说啥了？你说实话了吧？没，我是说啊，想给你简单介绍一下洞洞庄。我是别介绍了，你别介绍了，你洞洞庄上的洞根本就不是捡出来的，还想蒙我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我看你还是赶紧付账吧。你那破衣裳就值15块钱，拿不拿？破衣裳 ？Oh my god！ 别欧了，别欧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捡的也是，是新衣裳，我进价就20多块，你怎么得给我加点儿吧？啊？哎，不是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不但不往上加，你怎么还往下拿呢？你说你？哎，我那玉米不是钱呐！哦 ，Oh my god， 是啥意思？货！哎呀，往哪儿找一个有特色感的衣服？哎呦，乖虎，干嘛？哎呀！帅呆了！中式的洞洞装，这头一回见，在哪买的啊？这是我自己拿我旧衣服做的，不可能。那你这怎么做的呀？那个搓到错的呀。哇，你不会叫有才，真有才。借我穿穿。哎，不行。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啊！啊，是我那第一
次穿的洞洞装，是我告诉你什么叫洞洞装，是我把你引上了时尚潮流的尖端，是我，全是我，你借我穿穿怎么了？不行，说不行就是不行。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你求我了吗？啊，我求你了，行我。行，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。你看，是不是有特色？嗯，试完了吗？试完了，可是你得送给我。不行！哎，有才！等等，等等。这些衣服啊，我也送你一件，自己随便挑。真的？真的。成交。爹，好看吗？哎，哪来的？跟怪虎换的。你拿什么换的？那个我那个对襟小褂，啊，就是你三大娘拿我那件破褂子改的那件啊。哎呀，那衣服破的都有窟窿了，你拿那个破衣服跟人换好的，你不占人便宜吗？谁占那便宜了？是他喜欢，自愿跟我换的。这什么喜欢？那个城里孩子没见过，他是图个新鲜。哎呀，你跟人换，你能占这个便宜？你说这衣服你穿着合适吗？小的跟猴丢似的，穿。今天都什么日子啊，都扒我衣服。给我照帅点啊。嗯，我这可要参加网络超酷服装大赛。嗯，怪虎太帅了，人帅，洞洞装也帅。就是洞洞装太帅了。放心，等我拿到大赛的奖金之后，我会给我的摄影师买一件洞洞装的。嗯，我也要。哦，对不起，口误口误啊，我是说给我的摄影团队一人买一件洞洞装。怪虎好帅，怪虎太帅了，支持怪虎，支持怪虎，支持。啊，大家继续工作啊，继续工作。难道我真的像乖虎说的那样，是一个保守的老脑筋？哎呀，陆总，你千万别这么想，肯定不是的啊！行了，别安慰我了。你说马总要的那个销售策略，到现在我还没想出来呢。陆总，看，我想出来的。就这个？对。卡通鸡蛋，哎，这就是我新想出来的创意。我觉得用这种方法销售鸡蛋，鸡蛋就会变得人见人爱。而且我还做了市场调研呢。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，陆总，你不用表扬我，其实吧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是挺想表扬你的，可是我实在是表扬不出口。啊，我说呀，你确实是缺乏生活常识。你看啊，咱们就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鸡蛋，啊，你这纯手工绘画的，你说咱这价位它怎么定啊？嗯，啊好，不说这个了。咱们就说这个鸡蛋啊，这个鸡蛋壳上啊，它是有很多小孔孔的，啊，这些小孔孔就是鸡蛋用来呼吸的，
现在你拿这些这个颜料都给它糊上了，它是不是就坏得更快了？嗯，还说想调的创意组，我看就算了吧。那陆总，你看，行。大鹏子，苏奶奶叫你。哎，来了来了。行了，再努努力啊，好好动动脑子，想点靠谱的。哎，苏奶奶，您找我？快来，说，啊，啥事儿？大鹏啊，哎，咱们乡下啊，这会儿啊跟从前不一样了。就是，现在谁还穿破衣服上街呀？就是嘛，你瞅瞅你儿子乖虎，穿的那是啥呀？浑身都是破窟窿啊！是，我怎么讲着，比你爷爷逃难的那玩意穿的那衣裳都破，也不知道他这父母是怎么当的。就是，怎么当的？你们这爹妈？哎呦，祖奶奶，不瞒您说啊，我也不愿意让这臭小子穿成那样，可他非要穿，非要追着时髦。你啊，有穿破衣服当时髦的呀？你别蒙祖奶奶了，是吧？我不信。哎呦，祖奶奶，您还真别不信，就这破玩意儿，它还有名字呢，它叫这个洞洞装，可贵了，比我的西服还贵呢。啊？比西服还贵？啊？贵？哦。不信，哎，要走着，大胖子，等哪天呐，你也穿这么一身浑身是窟窿的西服，在咱们村里走这么一圈，让大伙都瞅瞅，我们也开开眼，啊。祖奶奶，我您让我穿，这。怎么？啊，祖奶奶，我说话不好使了。那好使，好使，最好使了。找吧。哎，那我想想办法啊，想想办法。祖奶奶，她那西装这。有表这我多浪费呀！大三嫂子，你怎么不明白呀？这要是大鹏子穿上这洞洞装，在这村里这么一走，乖虎瞧见他爹都穿这衣裳了，爷俩不就不吵吵了吗？这不就和好了？哦，哦，咱们够味儿来了啊！剪。好好的西服真给剪了，剪！洞洞装，什么破玩意儿？哎，别剪了，剪！要不是祖奶奶发话，我才不穿这破烂玩意儿。那就不剪了，剪，必须剪，剪，剪呀！你行不行？你不行，我行。来，哎，真是的，我就。你确定要穿成这样出去吗？豁出去了！嘿，大汉，这些相片里怎么都有你大手指头啊？哦，原来这是我的手指头啊！我拍的时候还在想，
这相机是不是有毛病？拍的这么不清楚。哎呦，我看着你有毛病，这全都是大手指头，我这一张也用不了，怎么办呀？那再拍呗。这回该我了，我拍。哎，别抢相机，你耳朵抢坏了。哎，别抢，听到没有？别。来。来，说明说，你干嘛呀？哎呀，这个事儿啊，他就是那个有才干的不对啊！他，你可怎么拿这个烂衣服换你的好的呢？我把他臭骂了一顿啊！这是你的好衣服。那个我自愿的。行了，你不用替这个有才打掩护啊！你哪能自愿拿着那好的换捞的？那就这么多。哎，说明说，那是我要参加大赛的。你别走，你走了我们拍谁呢？你别走，你别疯。爹，啊，你去干啥呢？找衣裳。啥？衣裳。这不穿着呢吗？这衣裳都过时了，都穿不出去了。哟，这谁说的呀？啊，咱乡下人穿得干净整洁就行了，不用那么讲究。那现在村里人都讲究了，这我也得讲究吧？你咱这豆腐房，它大小也是个生意呀、啊。那我也是生意人，我不能穿出去让人笑话呀。他爹，你看，好看吗？挺好看。新买的，这花多少钱、啊、这个？我哪有钱呢？钱不都在你手上呢？那这哪来的？你总不能大街上捡来的吧？我到镇上的商场，照着人家衣裳画上样子，拿自己家背面改的。没花钱呢？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你穿上我看看。你别说，我媳妇穿这身衣裳还真尊。本来就尊，嫁给你啊是鲜花插在牛粪上，你还不知道知足呢。我知足。这我太知足了，我媳妇替我省钱，我能不知足吗？我看在你替我省钱的份上，从下月开始，我特批你一笔买衣裳费，多少？10块。够买啥的呀？买布啊！哎，你看这手艺多好啊，多买几块布，你多做几件，你就多几件新衣服穿。哎，给桃也做几件啊。好奇怪呀，老大，你说这有才看不上洞洞庄，他的洞洞庄却比我的好看，而我一心想要参加网络超酷服装大赛，却没参加成。嘿，我爸这么讨厌洞洞庄，居然成了洞洞庄大叔，而且还拿了大奖，还有新客户跟他合作，你说奇不奇怪？小屁孩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事情啊，往往都会让人出乎意料的，但结果是好的，不就 OK 了吗？八八六。洞庄大叔，啥事儿啊？心情不错吧？这你都能看出来吗？大
奖也拿了，还有一位新客户跟你合作，能不高兴？提醒我什么呢吧？好吧，告诉你，奖金呀，都发下来了。我决定，既然这个功劳主要在你，所以我要把所有的奖金都给你。真的，太好了！不过我那个西服它平时穿不了了，扣下来吧。真的？从我那个奖金里扣出来吧。好吧，都在这儿。山寨的妈妈，幽默的爸爸，机灵的娃娃，豆丁呱呱，唠叨的妈妈，倒霉的爸爸，倔强的娃娃，是有趣的一家。都想